秋季芋头香灯西，黄刷黄子藕，潮汕地道的特色小吃，因番薯芋头晶莹两色的外观，还有人将其誉为金柱银柱。黄刷是潮汕的一种特色烹调方法，先将番薯芋头先切成条块状，锅内加油烧热，放入番薯芋头块，炸至表面微焦黄，略有脆感，便可捞起备用。将白糖置于锅中，加水，大火熬至粘稠，离火后将番薯芋头倒入糖浆中，不停地翻搅，使糖浆均匀包裹着食材后熄火，继而翻炒至食材外缘起白霜，便可出锅。刚制作好的黄刷黄子藕，糖霜嵌于表面，颗粒分明，入口松化，内里甜糯，老少咸宜，午间小憩茶配之首选。传统的美食技艺的传承，一份来自潮汕人对家乡特有的坚持与态度。